这个外国人啊很严重。怎么样啊？他刚才有没有叫你看电视啊？他以前呢是搞电视的，他专门搞那种节目没有人看，搞那种歌剧的节目，我不拉的节目，所以讲这个字他就唱歌了。怎么搞？我有办法，我有办法。 Thank you。 所以啊，你要注意，他以前就是搞这种歌剧的节目，结果这个节目以为会很多人看，没有人看，所以他想突破，没有办法突破，现在他头破，所以跑来这边。所以你千万那个字不要讲，我刚才讲那个英文字，你一讲啊，他就唱歌。我讲啊，那个opera。你用这个喷他，他就会唱歌。Thank you. 没有，我知道的。我不可以讲，我不拉。不可以讲，我不拉。啊，萨雷米奥，伊里德。Thank you. 不可以。真的是，就是不可以讲，我不拉的。啊。老太太，你在看我美不美？你刚才我说美给他打，你要换换不美。I will be back. Okay. Go on, go on. 我跟你讲，在这边的人很危险。你们看到这个？你们看到这个？来，听听听，为什么吃鸡呢？哎呀，没办法了，这个很严重。这个呢，他主要的是因为啊，他妈妈要他读书嘛，要他啃书嘛，结果他就读太多变成书虫嘛，所以现在呢，他已经痴呆了。这样，可是为什么他这么胖呢？因为他吃好料，他把书拿来吃，而且吃名著，吃名著啊，什么名著？出名的书才吃。来来，这个来吃啊！等一下，不要紧，我叫他们吃来。这个是《西游记》早上吃的。这个是《三国演义》午餐吃的，是《三国演义》变成这样了。这个是《三国志》晚餐吃。这个 supper supper。还有那个。哦，那个很严重，那个啊，因为他不会生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他的家婆要他生，他不会生，给他压力。他的丈夫说：“你不会生，跟你离婚。”给他压力，所以他昏了。他看到人就想成是他的儿子，所以他整天要喂奶。你不要乱讲话，你讲错话，他跟你喂奶。这真的？我try给你看。妈妈，孩子，有没有来吃奶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孩子来吃奶，你又不会停留。孩子，你跟他讲啊，来吃奶，奶吃完了，有没有？妈妈，孩子来吃奶，孩子来吃奶，奶没有了，有没有？妈，吃东西，吃东西，来，吃东西啊，吃东西啊。不要吃啊，水要吃，我吃我的红楼梦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医院的人啊，每天给我们吃面包，哎，他们是神经的，面包哪里可以吃？这个好吃。哎，那有人那么神经，这个好吃，这怎么可以吃呢？这个，哎呦，你说这个什么？这个不可以吃的。这个烧饼才可以吃啊！放！你们神经病，这个东西怎么可以吃？要吃也要消毒才吃。还是这样。
来来来吃啊！我不要，吃吧，我不要，那那那吃啦！不要不要，吃啦！那都是神经病啊！我的天哪，吓死我了！都是神经病啊！来嘛！再看多一次，我美不美？讲哦，讲哦，美，太美，再讲哦，不美，太美，啊，讲哦，这美跟不美之间，美不美？哎，我老公没有讲美不美啊。不要紧张，好。This time, I will never back again. 神经病啊！我跟你讲，在这里要小心，你不要随便参加人家，跟我不一样。你为什么也会发神经啊？我哪里是神经？我不是神经，我怎么会是神经？我像神经的吗？你们听我的声音，我像神经吗？有吗？注意听，什么声音？注意听，没有啊。好了，一声就够了。我是白马王子，因为我的女朋友有洁癖嘛，她喜欢样样的白的，所以看到我呢，她也叫我白马王子。可是呢，她我太白，她又不喜欢，她跑掉，我很生气。你为什么生气啊？因为我。我很想做白马王子，可是有一天我带着他出门的时候，小孩子看到我的女朋友，他说她是白雪公主，看到我他说我是白痴。然后我一气之下，我就在一个晚上，我变成女巫跑到他的家，翻开那白床铺，我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因为这样我才不会白白的活，明白吗？ OK OK，明白了 ，OK， 吃东西来，给他吃东西，给他吃东西。不要，我不要吃了，吃，不要紧，我要骑马了。Click on，你骑我的白马，骑我的白马，Ready，Click on，Click on。